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c。Hi， 我是 Amy。Amy 是一个香港的 YouTuber， 来介绍一下自己。那我这次来台北呢，就是跟 Mac 一起合作。他很少讲中文，我的国语真的不太好。对。然后我的频道其实主要是英语，然后大多是运动的影片。对。就是一些在家也可以做很短的影片，就是给有点懒惰，但是也很想可以burn fat， 然后 keep fit 的人。对。然后我的频道有时候也有一些是广东话的，就是 lifestyle 的 vlog。然后今天 Amy 来目的呢，就是来拯救我这个懒猪。我平常就是比较没有运动，所以 Amy 来教我说，如何在家不要用器材，十分钟很快速，如果每天这样子去健身运动的话，就可以让身材比较紧实，比较结实一些些。然后之前我们也有拍一支影片，是在 Amy 的频道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，我们交换穿搭，因为她本来是性感路线。我穿性感可爱路线，然后我也是就变可爱路线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。然后今天这支影片就是十分钟跟我们一起运动，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运动看下去吧。紧不紧张？蛮紧张的。我上一次去健身房是去年的事。哇，那真的很久真的很久啊。需要热身吗？其实已经在里面了，就是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会 warm up 全身，因为今天这个运动呢是一个全身可以燃烧脂肪的一个运动，然后很多部位我们也会做到，就是手啊，等一下会有一个他，你们可以看看那个痛苦的样子，我特地会痛苦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也会觉得有点痛苦了。你平常会运动已经会痛苦了，然后我运动要不痛苦的话就没有用啊。好，那 no pain no gain。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一起痛苦吧。那不用担心，真的是 beginner 可以做的。对，然后也会流汗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。好，那第一个动作呢就叫 jumping jack， 然后就好像弹性一样。好，开合跳。对，开合跳，然后上面都要拍手的。好，然后跳得越快越高，就可以 burn 更多的脂肪。OK， 好，准备开始哦，大家准备好。Exercise. 跳。这个真的可以 warm up 全身就可以。哇，我才跳30秒，不到30秒，10秒。对，还要跳什么呀？跳更高更快。如果大家觉得很容易的话，用尽你的全力。哇，加油大家，这是第一轮 exercise。 Amy 还可以聊天。好，10秒。4 3 2 1。好，那下一个 exercise 呢就叫 punch and jump， 然后呢脚其实很简单，就这样，然后每2下就这，好，各一下就 punch OK。 这个普通话是什么？打对，打。好，来，然后你可以呢，我做这个我就会幻想我不喜欢的人在前面打。大家有不喜欢谁吗？前男友，脂肪。我哋系咪都全身健到噶？我都好，有十秒，就是很快就过了。对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有时候时间还是很漫长的。10秒，那这个呢？全身之外还可以动到那个手臂哦。我很需要手臂。好，下一个就真的是手臂了，叫 wing fly， 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样。咦，那我们好浅，可我们这个站都得打。好，来，然后不用那个裤子这么大的，到时候就是有点像是 pose。哦，对，可以再快一点，然后呢大家就会感受到那个手臂放了放，对，那个 palm 那个手掌可以往下就是这样，对，哇，手掌一定要往下，没更酸，对，很好耶，这个真的，因为做手的动作然后不用 weight， 其实没有很多
这个真的，拜拜肉，拜拜肉，拜拜肉，说拜拜。好，下一个呢？哦，下一个好了，就是 no push up burpee， 就这样。clap， 好，后前 clap， 然后跳得越高越燃，燃烧脂肪。exercise， 然后跳，然后是，然后要快一点哦。对，要越快越好。哇，我哋系咪都喺滑面度啊？系啊，好好啊，真系唔使担心。可以更高，更快。还有多久呢？还有40秒。还有40秒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转动一下，耶！你们一定会觉得我很夸张在做效果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。然后下一个呢，就是 front lunge， 就是做脚的，这样。OK。然后这样。好。要两边都是九十度。然后这样子叉腰。对。对。好。然后呢，大家如果做了几下。已经成熟了，这可以做快一点。好，这样。然后这个大家记得要90度角，然后不是的话就会可能对膝头不太好，膝盖不好，膝盖。膝头是好多吗？是好多哦，大概是膝盖的沟通吗？我希望大家明白我说的话。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们聊天。哎，这样，我们已经做了一半了。下一个是很容易 plank。那我们在地上，那个手都是一个三角形的。嗯，这样 ，OK。然后，对，夹起来，然后那个屁股要再下一点，对。然后全身是一个直，由头到脚是一个直线，对 ，just hold here。还有15秒，要用你的 abs， 用你的用腹肌，用你的腹肌 hold 住那个腹肌，做的多就会有了。这个很好，会让你的腰。瘦一点，因为它会把你的腰收紧。耶！那就看 map 很长啊。Amy 完全没怕，就是没问题。好，下一个就叫 in and out squat。Okay. 这个有点难哦。来，对，大 OK， 小好大 exercise， 然后开。对，下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腿跟地上成平行线，那你会感受到你的大腿超酸，就是这样，燃烧脂肪了，不要停，我们要 result， 继续，你可以的，我可以，相信你，继续，相信我自己，你可以的，那大腿这个位置呢？很多女生都想要瘦起来，跟我们一起做，耶 ！Amy 啊，动不了变。大家，我们已经完成了大部分了，只要两三个。好，下一个是 standing upright， 容易。Okay. 这样。好。但 exercise 就这样，但是呢，这个呢？要用心，就是努力用你的腹肌。每一次拿你那个脚上来的时候是用腹肌的，手要碰到膝盖吗？那会比较好，可以尝试，但是也没关系。好，那就可以更快一点了。好，这个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。
我本来以为痛苦，只是开玩笑的。大家坚持下去，还有两个。我听到 rest 的时候，我都有一种圣光的感觉。哇，只有两个，下一个是 single， 要就是手还有腹肌，可以可以，就是这样 ，like this， 就这样，20秒，然后换，往这边吗？那、no, 这直的，可是这刚才快，对，然后20秒我们就会换，然后那个身就尽量不要外站一边，就是好像是刚才那样，对，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你这一只手很酸，还有3秒就可以换手，啊可以换手，没进，你说我晃了。5秒。哦，真的好，还有最后一个。哦，最后一个好了好了，最后一个就是练大腿，再来练大腿，又是大腿，但是不用动，一个 squat 就这样，不用动。好，等，我们等个5秒。然后下去，然后这个是水平线的。对。然后就这样厚在这里，这我平常会做。哦，真的，你是这样看电视最动态的就是它。灯暗了，随着我太累太暗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做这么久，这个我们不能下去哦，要跟我们一起厚在这里。大家，行，我们不要放弃，这么来玩了。一，还有5秒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，不要下。等，怎么样 ？Amy 主讲好了，我超累的，我觉得已经不是喘而已了，而是我尤其是大腿，所以我刚刚最后一个深蹲，我真的最后的在10秒。我觉得好像有一种灵魂被榨干的感觉。那很好，你没有放弃。我差一点点，如果我在家，我可能那边我就会先站起来了，是因为你在旁边督促。所以如果大家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，你觉得快要放弃，千万不要听听 Amy 讲的话，有那个痛一点点，代表说你的肌肉还有脂肪在燃烧跟增加。但还有，其实你以为你不可以的，其实你还可以。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自己不可以，但是其实。Mac 全部也做得很好啊，坚持一下就可以。你看，对，我这么训，我是懒虫，我都可以了。大家一定可以，或者是不是不累的话，可以再做一次。对，如果大家觉得哦，就完之后还有力气的话，可以做再做多一遍。我可能就会做3个，然后就哇，那10分钟3个已经30分钟，其实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运动了。然后当然，如果大家刚开始的话，其实10分钟已经很好了，就是把你的身体动起来，运动一下。这个10分钟是我人生最漫长的10分钟。谢谢大家陪我们一起做，然后也谢谢 Amy。那大家可以留言看看你们的有没有完成啊？对。然后如果完成之后要犒赏自己的话，去 Amy 的频道可以看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影片。然后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或者是长期都要看这支影片的话，直接把这个影片加到我的书签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跟订阅 Amy 的频道，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？我好像男人扮女人。我没穿过那么紧跟那么短的 Ariana Grande。我们的衣服或者是那个 style 其实很不同，非常不同。 Amy 是走辣路线，她比较欧美的，我是比较走幼童可爱路线。